生，请问我做排卵针效果是安怎？这毋是一届吼，就会看会出效果的啦，一定要照时间来做哦。若有必要的时阵吼，咱再做进一步的治疗。啊，不过你一定要请你先生吼一起配合我们的疗程哦。这我知啦，阿姨今日拄到无闲，后山我再带伊做回来。多谢。宋宜兴的先生，哦，郭先生吼，啊，阮太太检查结果安怎啊？哦，头拄啊吼，我有甲郭太太讲过啊，做排卵针的效果无遮紧啊，要先观察一段时间，才知影讲有作用啊无作用。哦，啊，你意思是若无作用，阮太太就袂生啊？无唔对啊，啊，伊转去敢无甲你讲？哦，多谢。郭先生，迄领外套敢是恁太太的？哎，多谢。怎样？我是听讲要有骂你，所以家己巴肚才想这个事实。你无应该家己承受这打击啦。我是你的后生，应该给我替你来分担。即卖医学真进步。一定有其他的办法嘞，哦！我知影，你只想要有一个囡仔，我嘛希望有一个囡仔，会用予咱的婚姻更加圆满。不过即马我都担心，我就惊。我若无得替你生一个囡仔，会影响到咱的婚姻。我爱的是你，有囡仔当然真好，就算无，嘛袂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刚刚你袂感觉有遗憾？这是天，我来接受。只要咱阿妈不伤害，安尼就够。多谢你这么体谅我。阿妈不就是爱互相体谅啊？而且你袂用的事，嘛不是你愿，千万唔通出声。刚才小花巴肚内已经有我的囡仔，医生是不是会用生，已经无遐尼重要啊。我已经确定了，这个月底就要带阮婷婷去美国啊！啊，若有啥代志，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。多谢你啊，张医师。若有需要，我会打电话给你。拜拜，婷婷。
还想做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想讲，要去这么远的所在做治疗，杨勇感觉就唔甘的。别烦恼啦，有爸爸在啊，爸爸陪你啦。姐，先坐哈。顾文杰，那你把顾文忙哈？啊，我没文杰啦，是因为爸。因为医生去病院检查，医生讲，医生得到不孕症。我嘛真希望家己有，谁那是我？现在医药是这么发达，做这个试管婴儿嘛是一个办法，代志啊无遐尼悲观啊，甲心包好开，知无？啊？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有靠康伊，我嘛愿意配合伊的治疗，伊做任何决定，我拢支持。而且我嘛相信，就算我甲医生无囡仔。只要阮真心相爱，嘛同款会幸福快乐，对不？聪明，真难得啊！你会当这么体谅医生，我嘛放心。早天你去美国啊，聪明，我去美国以后，这间厝我较费心哦。你放心。我会尽全力来照顾这个家庭。啊，对了，最近这个宏愿哦，到底是伫创啥？我是听讲，伊最近伫做股票，而且阁是未上市的股票。哎，宏愿这个囡仔，鬼头壳，敢若想要做这投机的生意，根本都唔知影爱卡大实地，好好来赚钱。聪明，你若有机会看到伊。一定要甲好好靠扛，叫伊一定要一步一卡印，知无？啊，你放心，我知影，我会甲靠扛。好，你一直叫我进厂，害我现在跟住套房啊！我跟你讲，股票若阁无去，我绝对会去找你。是阁发生什么大代志啦？哈，这么着急找我出来？破布啊，买一只要上市的股票，讲是稳赚，结果嘞，即摆股价跌跌倒啊！啊，我上融资会，即摆一定也钱爆鱼，大波大海啊！就好，你即摆是环球的总经理，啊，甘明，给我钱先周转一下。来，拜托拜托哦，卖阁受害啊！我真无简单，才为冷冻库退兵呢。若阁互爸掠到一届吼，我就随变成激动人啦。讲实在啦，你若有需要，就直接转去找爸，莫为难我哦。我无可能转去找伊。宏愿啊，毋是我爱讲，做股票无可能稳赚的。我看。你还是回来吃家己公司的头路较妥当啦。哦，你莫讲啊，飞弟唔管做什么代志，你拢看衰我，我都唔相信，我袂出头去。哎，洪万，洪万，阿霞就是阿霞。
你若有才调出头天哦，我就是你头壳顶的迄个玉皇大帝。来，快接出来，惊惊的啦！到时若准备生囝的时阵哦，吼，听讲偌好生的哦。嗯。咦，嘿嘿，小华，歹势，你暂且稍等我一下啊。我来先处理一下。哦。见着面啊，你着陪我讲一下话嘛。啊，医生最近有检查身体，医生讲伊真有可能得了不孕症，假使伊若无得生，安尼就不倒来面啦。是我唯一的骨头，我绝对袂让我的囡仔认你。你甲医生是不是有囡仔？那是恁的代志，跟我无关。好，我无叫了，会记好安排。医生若真正袂用生，聪明就有可能会来甲我抢囡仔。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让伊抢走我的囡仔。小华，他拄好看到一个查甫人在甲你讲话，迄个是啥啊？伊来问路的啦。哦，哎呦，紧穿起来，今嘛吼大心大命，千万唔通寒着呢。多谢你。咱来去啊！爸，你敢知影？我甲安平就是一只实在哦。我即马就知影，原来我是甲安平的时阵。我就已经嫁伊着去啊！常常拢做伙来遮拍球，嗯？假使时间会当停伫迄个时，我知影偌好嘞。祝福您，希望您能早一日平安健康回来。
看到这张片的时阵，我已经去美国。你敢搁会记得咱头一次见面的情形？我用球拍到你的心，搁笑你的心一直足疼。今摆我离开了，不知影你的心，敢真是为我在疼？你知影无？甲你做伙，是我这世人上快乐的记忆。今仔，我要带这个记忆去治病，希望这个回忆会当代替，继续鼓励我勇敢走起。多谢你在我上痛苦的时阵，给我上大的快乐甲希望。我会比今仔较坚强，较勇敢。希望我一次见面的时阵，咱会用在网球场做伙拍球。阿伯啊，你讲啥？你在机场？好，我知影。妈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对，什么代志这么着急？一定要去美国治疗，即马人在机场，我要赶过去。哦，啊，较细腻的呢。我知影。助理。安平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件事要找你。你要出去？哎，妈，你坐好一下。哦，好。坐你啦，坐啦。好。阿姐，安平是啥物代志这么着急啊？啊，着爱临时接到电话，啊，讲这怡婷哦要去美国治疗啦，啊，叫你去场啦。怡婷要去美国？进前嘛无甲安平讲啊，啊，才向接到电话。伊唔只向阮公公去挂过，啊啦，爱聊什么代志是吗？我来是想要向你一部分的钱啊。哎呀，免遮着急啦。啊，你拄好哦，工作较顺利尔，放在身躯边，要用头用就好，哈。安安替我接的服装秀做到真成功，我也因为这样多接了几场秀，还有我接的广告已经抢票摕到钱啊。所以华姐，你免替我烦恼啦，我欠你的钱一定爱还你。啊。多利啊，我这钱不是要借你的，是要给你的。你是我未来的新妇啊，华姐，多谢你一直把我当作新妇来看待。我嘛真希望有一天会当清脆叫你一声妈妈。啊，不过我跟安平的感情有一挂问题，未来可能有一挂变化。啊，恁两个问题嘛是因为怡婷啊，啊，今仔嘛要去美国啊，啊，今仔有啥物问题？一定伊无离开啊，伊还搁伫安平的身外底。就算讲伊天伊离开啊，无定着以后会搁出现一个人需要安平的关心。我毋知影迄个时阵安平是毋是像即马共款，因为关心迄个人，袂记得我这个人。华姐，我知影安平是一个精神良真好查甫囡仔，啊，毋过真好查甫囡仔，无代表阮两个就是适合做伙。所以我跟安平想要认真想看卖啊，阮两个到底是不是适合，会当行一世啊？多丽，华姐，真实的啦，我跟安平的代志，互你这么操烦。啊，不过感情是理性的，照法都久久长长。我跟安平的认真，就是希望阮将来会当久久长长行落去。我去办手续。怡婷，你把我安平的被你摕给我，
我替你听伊。唔免啦，因为我已经知影，要甲伊说多些，安慰伊，还是应该甲伊学习的。医生啊，今天这摆心情是真复杂，我要安静点。小姨，我安平啊。安平啊，什么代志？伊停到尾，要去美国啊，即马人在机场。这么紧啊？是啊，我要赶机场。你敢有什么话要甲伊停，还是也袂讲？就算讲我有什么话，嘛无法度甲伊讲啊。看来你家己考虑，无你家即马甲伊联络还阁会用咧。伊拢已经要出国啊，就莫阁影响着伊。就安尼好。好了。姐，一定，你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你对伊真好，也毋过伊即马无想要甲你见面，请你体谅伊的心情。我知影。多谢你对伊天的关心，我嘛希望你的心情会用放得开。咱来走。跟你见面啊！我今看到你了后，我就无想要走。但不过我是感觉有一挂话，我应该跟你讲清楚，因为我无希望你的心内一直咧挂念我。有什么话？早点讲。其实。我是为着我家己，才决定要去美国做治疗的。因为我感觉我还真少年，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
我要做一个一流的服装设计师。我嘛答应讲，我要去温布顿参加网球公开赛，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新的治疗方式，我家己好起。我们真期待一起看。虽然我也足唔敢离开你，也不过我一定要坚强。所以阿平，你莫卖伤心，莫烦恼，千万莫思念我，因为我一定会当靠自己去面对所有的困难。你嘛认为我做会到的对不？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。我一定好起来。后摆来机场的时阵，我会来得行出来，跟你讲，嗨，安平，我回来了。你也来接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去接。大哥哥。真昌，唔知你即马身体好无？我无法度陪添你的身躯边，干那样祝福你甲伊停。
早日恢复健康，平安回来。搞了吼，你就逐天走来遮咧看飞林机啦。目一个呢哦，都拢嘛已经半年啊，伊嘛同款拢无消无息。唔知影正昌甲伊婷即摆过得好无？希望正昌的身体会愈来愈勇健，伊婷的痛嘛会赶紧好起来。啊！二姐，我不多就天来。根本要死啊啦！我送你来陪。好，谢你谢你。医生，借问一下吼，今晚是不是要赶紧甲换去三房？囡仔头已经倒西啊，爱去跌就不倒，所以伊会常常疼。我拄仔已经检查，伊的子宫也未开，等下每五分钟来是定疼一遍的时阵，再搁送伊来，还搁会好啦。不是啦。小华讲，伊巴肚足疼，疼到要死呢。你无看伊疼到安尼大粒干、细粒干呢？嘿，那其他一边拢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因母仔囝拢无问题吼。无问题。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思婷姐，小华，医生，歹势啦，免紧张，你长期好好睏一下，先生需要体力。迄若是舌头一体吼，听十几小时吼，迄拢是真正常的代志啦。你到时若想要困啊，都无办法困啦。多谢你哦，你先坐下嘞。嘿，行，咱来等哈。今麦感觉够会疼？今麦好真些。对啦，安尼医生讲了对啦。等你五分钟来准疼一遍的时阵，才过来啦。哎呀，厝阿姊也歹势啦，我你紧张一下。啊对咩？人医生讲吼，等五分钟疼一遍的时阵哦，才送去病院，还佫会好啦。啊，对啊，我毋则先甲小华带转来。是的。哦哦哦，你稍等一下吼，啊小华有话要甲你讲。谢谢。大姐，我较无经验，所以较紧张啊。应该无遐尼紧啦，因为头一天哦，拢爱疼较久啦。从我生安平的时阵，吼，跳二十四小时才生落来呢，啊，你免紧张啦，我休困在无？嗯，我知影啦。好啦，就安尼啦，等有消息我再打电话跟你讲。好。钟小姐啊，啊我啦，嘿嘿，我要麻烦你一件代志。嘿，对啦，啊，你甲阮阿叔讲吼，我最近较无闲啦，啊，等那阵小华生，我才来台北找伊佚佗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才甲恁大阿叔讲哦，等台北乖乖等你哦，等你回来呢吼。好啦，啊，阮淑华才拜托你呢，有啥物消息，随打电话联络。好，多谢嘞。哦，再见哦，再见。思婷姐，哈，太谢啦，耽误你甲恁阿叔约会时间呢。啊，讲安呢，倒毋是大家熟识啊，啊，小甲劝者，也袂去互生枸杞啊。感情真深呢。啊，春花姐啊，吼，今个要交代啥？喂，啊，阿母，啊是安怎啦？哎呦，啊你，好啦好啦，啊无我即马来病院甲你看一下，毋就好。啊，是安怎？啊，伊讲伊人吼无爽快啦。小华歹势啦，啊，我即马来病院，甲我老母小看一下啦。啊，病院紧紧啊，我随去随转来，好无？好啊好啊，你紧去。好。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我再卡手机啊哩。好好。哎，来卡细你个哦。我知啦。
坐伫遮呢，戆心戆心。无啦，啊，就客户打电话给我啦，约我明仔载讲一寡生理。哦，查某，最近公司的责任拢你伫担，啊，你嘛不要我替你分担一寡责任。 你阁继续安尼落去，会甲我心歹。我甘愿甲你心歹，嘛无愿意看你遮尔辛苦。对啦，最近哦，我有听朋友讲有一间中医爱滋补孕症真有名，咱可以去看卖无？
我是我自己。